各位大細之台友早上好，而家是9月7号上午9点半，武怕时事短打都有几日，成个礼拜武怕时事短打。咁因为喺台长嗰边呢就有啲重点都讲咗。咁但今日呢就補充一啲趣味性啲㗎啦。有啲因为好多政治嘅问题呢，如果你俾佢咁影响到，咁就唔抵㗎啦嘛。影响到大家嘅心情都唔好嘅。因为你又改变唔到个世界。咁你可以用我哋嗰啲怪论啊，嬉笑怒骂啊，咁啊，用第二个角度睇个世界。第一单就而家个先讲自己祖国先啦。祖国咧就最大件事都系呢个经济问题，特别由呢个恒大引爆咗出嚟。喺坊間而家你好奇怪嘅，因為根據我哋中共國成立以來，個黨咧永遠都唔會錯嘅，絕對權威。變咗出咗任何問題咧，都會有一個好冠冕堂皇嘅答案。咁而譬如國內出咗問題，咁而家恒大个老板许家印咪首当其冲咯，所有喺习近平先生上场之后，个经济一路一路咁样下泻落去咧，就全部入晒呢啲房地产商嘅数。咁一个最重要咧，就佢哋共产党咧冇正面去用嗰个唯物辩证法去睇呢件事。许老板真系武功都有劳噶，佢自己喺扣留所度写一份不检讨嘅书，公诸于世。佢就强调佢自己武功都有劳，同埋最重要咧，就佢嗰个企业集团咧系有千几个共产党嘅党员嘅组织嘅，嗰啲党委小组啊，千几个，今日一万几人嘅，所以佢成日公开讲咧，就佢个档生意咧系党嘅生意嚟嘅，所有功劳咧党嘅，佢讲得好好听。所以变咗我哋要正面睇，佢系执行啊邓小平嘅理论啫。所以习近平主席话而家有好多问题咧，都系以前啲人搞落嚟嘅，都未尝话冇道理喎。邓小平嗰个结论咧就话先让一部分富起来啊嘛。咁你谂下，经呢啲地产商、房地产商内地嘅，带动咗几多人富起来啊？佢哋做咗噶，落实咗。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是不是很厉害先？咁短时间制造了咁多富商，个个都有方法，走到一百几十亿去海外的，咁多官员，咁多党员，咁多富二代，个个坐名车、法拉利，乜都有，啱唔啱？成功了的。点解话佢成功咗呢？如果你唔系用呢个方法，佢唔系用呢个方法，佢先生用嘅方法，如果你党中央或者地区政府唔会个个睇唔到噶嘛啲漏洞，
我哋唔好叫流动啦，佢嘅方法有冇影响咧？点样埋尾咧？系嘛？点解个个都会开绿灯咧？佢话将公仔纸就入嚟咧，就可以借到钱噶啦，啱唔啱先？因为佢而家好多烂尾楼咧，得地盘啫嘛，连工都冇开嘅，或者有啲咧扮开咗工，啊，挖个坑咁啊，当系做紧地基咁啦。就算你贷款俾佢，话借钱俾佢几个 building mortgage 啦，即系做嗰建筑贷款，你银行都要睇佢建筑进度咧，嚟放钱俾佢。同埋放錢俾佢咧，佢指定佢用邊個承建商咧，我啲錢係俾承建商，唔經佢手都可以噶嘛。但點解唔做咧？就因為佢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咁咪唔做咯。咁其實而家呢個現象咧，係整個黨國啊，係執行鄧小平老前輩嗰個理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咁你睇改革开放，几多人有钱？唔系讲少噶，呢个事实嚟噶。啊，繁华昌盛，所以我哋咧要好认真去检讨嘅。好啦，如果你而家检讨，啊，我唔要玩呢个游戏啦，就已经系明日黄花啦。我哋再玩咧收翻正，咁先至系一个积极嘅态度嘛。即等于以前中国共产党打江山无所不用其极啊，乜嘢手段都用晒嘅超限嘅战争攞到个江山返嚟，所以佢哋咪用嗰个马列嘅思想斗争思想充公晒国民嘅人嘅家产，先至支持到个国家发展嘛，一穷二白。他和苏联当年就用这个马列的主义共产思想呢，先集中了那些财富形成一个国力，先由那个三流的国家上回一流的国家，今天俄罗斯即是苏联。所以你不可以说他没用的，但这个是历史过程来的，如果根据人民辩证法，他都是历史发展过程来的。但你啲發展過程咧，就因時因地因人去制宜嘅。到你打一天下，咁你就唔可以再用呢個馬列思想治天下噶啦。打江山得，治天下唔得。等於好多人，上海人或者好多省市嘅人南下嚟香港，咁啊個個捧啲女啊，走去下海做舞小姐啊，養家活兒啊，生活過得好啊。都是一个方法来的，在那个环境时间他没有能力讲仁义道德嘛。偷黑拐骗借奸人邪道邪全部齐晒的。但到他很多人一上了轨道呢，那他又改邪归正。这个就是世情来的，这个真的是世情。等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冇人想话佢要借嗰啲官府势力去搵到两个钱。但我哋喺嗰个一你唔做呢都有人做㗎啦。咁只不过我哋识到啲有德行嘅大官只计咗条底线俾我哋。边啲钱揾得，边啲钱唔揾得，啊！就算你揾钱咧，去到嗰啲黑道中人，就算而家你世界上嘅黑手党啊，我哋中国嘅红门帮会啊、青帮帮会啊，佢都有帮规噶嘛，唔可以欺行霸市，唔可以欺压啲低级嘅人，仲有一种合义嘅精神。这个全世界都有的，西方就叫罗宾汉精神，哇，劫富济贫的。那共产党都需要有这个这样的道德标准的嘛，对吗？
但到今時今日，我哋睇到許先生佢出咗事之後咧，佢都有做好多好事噶嘛。但我哋睇咧就佢唔識做好事咯，做咗就算啦，冇去諗佢做嘅好事點樣去跟進，點樣發揚光大咧？啊，國家欠缺乜嘢咧？即係冇一個好強悍嘅心咧去做好事，只不過佢利用啲口水豪奪啊，唔正當手揾到錢翻嚟，佢幫自己包裝門面，咁啊求其做，譬如佢搞個恒大歌舞團冇錯嘅，但佢唔識搞嘛。第一，你唔可以用恒大個招牌啦，你係民間企業。咁你咪揾翻中國文化部下邊嗰啲國家單位嘅歌舞團，請啲外國高級嘅舞蹈家，正正式式咧將佢哋藝術化。就算你請俄斯舞蹈家嚟教咧，個水平都唔同噶嘛。你可以話係恒大贊助，就唔需要話。恒大自己組一個歌舞團，當然啦，佢係身懷不軌，利用呢啲歌舞團嗰啲小姐啊、啲團員啊，去招呼啲賓客啊，招呼啲做一啲令到啲賓客得到嘅好處之後咧，有所圖謀，呢個經驗正確。因為你招呼賓客嘅時間咧，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啊，我下個月我請客，我需要有靚女陪伴。咁咪打電話俾模特兒公司咯，啊揾一班人嚟，啊就唔可以染污咗嗰個歌舞團嗰啲成員嘅聲望，你要保護佢哋，佢哋冇做到呢樣嘢，全世界都有交際應酬噶啦，啱唔啱啊？你分開嚟做咯，佢哋冇，即係好粗糙咯。咁因為個社會啲唯物辯證法咁粗糙嘅話咧。在任何的角落呢他们都粗糙的。我求其曹恩巴闭做了大罗大鼓影晒相话又有足球队又成哇这个大富商赞助了又足球成那么就算了。没正正式式去做好一件事。这个是今时今日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方面呢是绝对不够的。就算他好多城市發展到好多建設喺度，但好多建設佢都擺喺度用唔著噶嘛，花咗好多錢，但收唔到效果嘛。所以當事人咧就冇諗多幾層，有啲資源咧用喺度第啲地方咧，仲有錢回收賺錢嘅，國家咪唔使個經濟唔傷。有嚟搞好多基建啊，好多無謂嘢咧係冇回報啊嘛。就算呢啲風氣嚟到香港都一樣。大家抄翻回歸後所搞嘅大型基建嘅建設咧，全部虧本嘅，啊，淨係嗰啲高鐵工程啊、第三跑道啊、咩文化中心啊，係嘛，全部虧本嘅，港珠澳大橋啊，你點可以虧本嘅咧？你唔批本，你要搞和果嘛？你和都和唔到喎，咁你變咗你嗰個執政嘅人、處事嘅人，話咁咪唔得優勢咯。除非你真係好有錢，啊呢一個項目咧係喺屬於感性嘅工作嚟嘅，批本咧又應該噶啦，咁你咪揾贊助商去做咯，啱唔啱？所以呢個第一件，我哋喺。許家印先生嗰度咧，要深切檢討，即係將來中國共產黨咧要走咩路線咧？個思維嗰度，但可以咧就再強調一樣，馬連毛咧係我個人就將佢定性咗咧係屬於三獨嘅學問嚟嘅，因為馬克思嗰啲落後噶嘛，不入流嘅當年。等於你要走賣白粉開賭檔揾錢，
你又揾到啊，但你唔入流啊嘛，冇人尊重你，同埋你冇持续性，你同个世界抗衡啊嘛。咁而家国内仲有人巧立名目，整个招牌出嚟，哇！而家世界冇人玩共产党啦，我哋翟先生继续玩。改个招牌咧，叫构建生命共同体，咁咪即系国际共产主义咯。但你一定失败，一定失败。你违反咗宇宙个缘起法则，一定失败。睇咗全世界咁多花草，咁多花朵，你话边朵花靓？百花齐放，你要指定种一朵花，唔得噶。唔好犯呢种错误啊，习近平先生，同埋你中国共产党员搞意识形态嘅，更加唔可以继续犯呢个错误。你面对而家呢个咁复杂世界咧，只能够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咁又譬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点样解啊？咁啊，唔该你哋自己上网睇啦，你啲高级干部。咁你做得到咧，你就好舒服嘅。咁但世界上咧表現到出嚟嘅國家咧有幾個嘅，第一個印度，佢真係隨緣不變喎，不變隨緣。第二個土耳其，大家睇到嘅。另外有個法國，佢都厲害嘅，大家睇到嘅，睇到嘅。佢係跟住個世界潮流。话我唔理啲咩共产世界咩国家咩意识形态唔啱，但我发觉啲名牌咧一路咧都一路卖入去，佢卖到嘅，你唔会拒之门外嘅，佢都系成功噶嘛。以前就算喺苏联未解体，我去到苏联访问嗰阵时，都好多法国名牌噶，系咪？冇面包卖啊，但有法国名牌卖嘅，有路数嘅，系咪一样成功？所以共产党。在現在廿一世紀咧，希望我哋黨中央管理呢個意識形態嘅單位咧，重新思考，真係要用鄧小平先生嘅解放思想咧去做工作。啊，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你研究到，你就可以學到印度喺個世界度咧所有復原。咁啊，第一 part。第二 part 嘅時事咧，就話個 JPEX 咧，而家我哋睇到特首超咧，同埋警方人員咧係出盡全力去做嘅。但出盡全力去做啊，最重要要有咩效果咧？唔係淨話喂你揾到幕後金主都未必咁易揾到啦，幕後金主全部而家捉都捉個魚蝦毛喺前線嘅。有啲都係受害人，啊！就算你拉曬啲人翻嚟，啲錢咧，我睇佢哋咧喺個追蹤啲錢，點樣截住啲錢，係令到嗰啲受害人唔損失咧？呢度佢哋束手無策，到而家未睇到佢哋有咩策略。譬如我係受害人，我哋得拉幾多人翻嚟啫？你拉翻嚟上鋸坐監。我有咩用啊？系咪？你话听我有咩用先？我告佢 band 及钱冇用啦，咪得个告字咯，系咪？佢哋当犯罪成本嚟噶嘛？譬如我呃咗几千万，佢又冇行使暴力，翻嚟嗰上 call 批次啦，你咪最多判坐三几年监，咁啊变咗佢一年搵一千万，排晒队都有人去啊，坐监坐一年有一千几百万搵啱唔啱？我讲得啱唔啱先？所以我希望特首超哥仔咧，佢要着重咧，要有计划，点样可以起得翻晒钱翻嚟？同埋佢哋而家喺香港咧，唔够力去做呢个工作嘅，佢真要想办法说服到世界几个大嘅交易平台，只要佢哋呢班人啲 aircon 一铺头咧，你就可以捉到佢。佢而家又仲有成扎矿咧喺个区块链度游走紧噶嘛，但佢一定要拎开出嚟换钱噶嘛，所以希望我哋特首超咧知道，真系要想办法点样透过国际上嘅政府合作嘅力量，
這個對整個國際社會都好的，不是只是香港的事。其實這些這嘅 Aircon 的存在價值呢是可以存在，但是不可以被它泛濫的，是很嚴格規管，同埋呢要那些當事人背後出光的人呢一定要嚴明正身在這裡有關係。你賺錢沒所謂，就不可以說搞到呢我們無處孤魂，我都不知道誰是裝的，這個不行的，這個不行的。這個也都拿出來個世界笑話，有一個社會說這麼進步了，連一檔東西我金主都不知道的，那你不是說出來笑話，不可以用他這些壞的現象存在。這個大家真的要很切實去執行，可以有存在，但是就很嚴謹去把關啊，是保障到那些人不可以無厘頭被人騙，或者不可以無厘頭是受損失的。你很簡單啫，你發礦的不是要擺保證金的，是吧？不是的，你不准你發你的 Aircon， 即是有擔保嘛，是不是？第三樣呢就是那個港大事件，咁有一個嚟進行中啦，我哋係評議，但咧就睇到咧就好兩盡嘅。我哋唔反對任何人去提出自己嘅主張，去令個大學咧係改善。但係你而家張長校長上咗嚟入嘅大學咧，那個大學冇進步到喎，喺世界排名咧一路落後喎。咁、那個人民嘅價值啊，學校的道德標準 啊大學的應該有那個家國情懷啊，對個社會的你個關懷啊，他們現在沒有、啊、當然你張翔是國內出來的人、啊、那你身懷什麼任務呢，我們不評論、啊、但你身懷任務去做任務的時候呢，你都不要忘記初心、啊，共產黨是成立新中國，是希望新中國呢走向文明富強的國家，不是叫你真的將個國家搞到呢沒有人義道德，只是向個金錢權力看，這個違反了初心。大家打翻開我們以前啲共產黨革命的老前輩，他們的理想是什麼呢？所以這個我們支持習先生經常講的初心，但習先生講的初心講得不夠的，只是說我保持一黨專政，保持共產黨的鬥爭精神不夠的，因為就算馬克思那套東西，他還有很多人民文化在這裡，他不夠用而已，但他不可以說他沒用，就是說你馬列主義是一個算盤，你不可以否決他的算盤的功能嘛。當然現在的世界不用算盤了，但你不可以否定了它的算盤功能，在某種環境之下都還可以用算盤的，但你用得漂亮或用得適當，這個是講你的技巧啦。好了，那最後一點的時事短打呢，就有朋友昨晚我吃飯，因為有個好朋友，我的學生個女女咧幾歲嗰時咧就嚟俾我祝福加持，之後咧就入到北水，跟住咧入咗 Conu 就讀 law 嘅，咁而家結咗婚生個仔啦，佢卅幾歲啦，咁佢而家咧就同埋佢先生係做律師嘅，咁啊要移民過英國，咁啊琴日同埋佢爸爸媽媽又請我食飯，咁啊傾起閒偈，咁我教你咧去到外國咧都可以保持一個心境。啊，點樣做啲對自己中國人有益嘅事？我而家英國都俾個印度人做首相啦，咁我哋中國人會唔會你哋有機會走去做下部長啊，做下立嗰個議會嘅議長啊？係嘛，都係中國人光彩嚟噶嘛，啊，即係你都係身上流住中國人嘅血液啊嘛。琴日咧就教我哋做呢一 part 嘅。咁做呢 part 咧，又傾起香港嘅經濟。我香港經濟咧，個夜奔奔唔夠力嘅。個夜奔奔咧，就要學德國、荷蘭、
这个不涉及道德问题，要搞那个绿灯区，他们叫红灯区嘛，但我们财政司劏房波，咁而家我整个新名俾佢咧，就叫做劏房绿波次郎啊！财政司我同佢起咗个花名，叫劏房绿波次郎。佢咧就出嚟宣布，而家我哋嗰个绿色债券咧发行成功啦，咁喺香港咧就成功变咗一个绿色金融中心。咁既然啱綠色金融中心，咪揾啲綠色配合啦。咁當然你財政司就要戴頂綠帽出嚟啦。啊，你戴頂綠帽出嚟宣布我哋打造成功啦，而家叫綠色金融中心。咁我就由佢俾咗啲靈感咧，就諗起啦。以前香港揸飛度，成條街咧大部分都係綠色窗門嘅，有啲係綠色騎樓嘅，就嗰啲二八仔，二八仔咧。是古老的称呼，在世俗来讲叫鸡豆，又叫皮仔，现在又叫做一楼一梯。我希望财政司申请向中央拿个中央特准，就不是预准，以前叫英皇预准赛马会，有一搞个中央特准的绿灯区，全港十九区每个区咧都揾啲地方去做呢啲绿灯区，啊，咁啊由嗰啲关外组咧负责，但要招标嘅，你同埋关外组嘅人咧就可以落标，落标咧就判咗啲绿灯区嚟做，我去揾阿恒大歌舞团个团长，就负责咧就喺我哋中国咧引进啲南北佳丽落嚟参与。但最重要的就不要忘记了没有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靓女，我引进了回来，我挂正牌、啊、包你有生意，包你夜缤纷，因为香港三十年代都有这个唐西风月的嘛，现在就走回转头，没所谓，剧情需要嘛，你香港就有道了，哇！好多遊客都嚟咯，泰國又引進啲人妖嚟表演咯。總之邊個國家有乜嘢靚嘢嘅，關於呢個情色嘅事業咧，就可以引進，唔係色情啊，情色。哇！咁香港真係繽紛嘅都大都市啦。咁政府有税收，個個又揾到食，真係繁華昌盛，昌記個昌。咁我哋成日喺度口噏噏话搞科技啊嘛，你搞唔到科技噶，美国、欧洲全部封杀你啊，所有科技产品，知唔知啊？大家公布咗噶嘛，美国同欧洲佢哋啲西方世界、日本啊、韩国乜嘢科技产品、乜嘢设备都唔俾你嘛，你边度资源有资源搞科技啫？乜浪费晒国家啲钱啦？咁你唔可以学华为佢哋咁样搞法喎？搞搞下攞咗几百亿，咁又搵个十四纳米嘅出嚟，哇！又俾台湾仔点佢，变咗话接近七纳米啦，有佢吹一轮嘴炮，但佢忘记咗喎。